夏威夷太平洋海啸中心的有关人员在星期三印尼外海发生强烈地震后发出一份地区海啸预警。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爪哇主岛附近海域发生大规模的 7.4 级地震，震中位于首都雅加达东南偏南200公里外，纵深62公里。地震造成雅加达建筑物摇晃，办公人员惊慌地跑到大街上。目前还没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即时报告。